社主播透过画面上可以看到，一家人聚集在宫庙前，每个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看起来真的相当吸睛。大年初二这天，这家人玩起职业趴的变装游戏，我们来看一段现场情况。 我今天是占卜师，对对对对，是占卜师。来，这个是那个，他是那个 Fanta， 然后空姐，妹妹还准备行李箱，对，然后还有那个军人在这里，小小阿兵哥，对，然后防疫人员，大家，你是护士，跳护士，对，然后还有那个医生在这里，医生来，小小的医生。 来，空姐，中国航空空姐，你的 partner 呢？我的 partner 去雇烤乳猪了，真的是太特别了。农历春节初二回娘家，彰化万幸这一家人最小三岁，最长则是89岁，四代同堂都来参加。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，每年的变装主题都不一样，但无论老少，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有法官，有空姐，还有驯兽师跟大法师。这回家族的 cosplay 变装趴也算是一大成功。以上交还给彭内主播。